好的，我们第三轮的比赛即将开始，那么将会有三位的模仿者和小刚同台 PK。 三位评审哈，请听好，你们要采取背对舞台的方式，用你们的耳朵来聆听几位模仿者当中谁哪个颜色是小刚的声音，哪几个颜色是其他模仿者的声音，并且根据模仿者声音的相似度依次排序，模仿的最不像的那位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。好，请转动评审的沙发。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《男人海洋》。我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。男人海洋这首歌呢，它是在讲一个男人应该要有的一种态度。在感情，我要像海洋一样宽广，我要容纳我的女朋友，我要包容她，我要理解她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激都敞开胸膛。要准备好，要全心全意的唱这首歌，才能把它唱得好。好的，我们本轮比赛的歌曲是这首非常迷人的《男人海洋》。我不知道这首歌迷倒了多少女孩的心啊！当女孩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一定相信美好的爱情。好，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们的每位选手都会被事先设定好了代表他们的颜色。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当您看到电视机屏幕的边框在发生着变化，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演唱者也在发生着变化。究竟哪个颜色代表可爱的小刚老师，哪几个颜色代表其他出色的模仿者呢？让我们好好来听听吧。